天天跟我做，每天跟我做。作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神，越境屌丝与备胎遇到了极品渣男，可以归为六类：一、粗鲁，脾气大，爱动手，满嘴脏话，不懂得尊重女性；二、太装，有的男人去次海南都要假装马尔代夫，演技浮夸的都不好意思拆穿他；三、抠门，一要花钱就斤斤计较，吃饭时都说 AA 了，还有假装忘带钱包，出去玩不让买水，随身带瓶白开水，就连跟他分手第一反应也是要回送过的礼物；四、自以为是，这类男人往往患有直男癌，骨子里歧视女性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经常说你们女人就该待在家做贤妻良母，抛头露面，工作再拼还是会被男的，什么时代了，拜托。五、下半身思考，只想着上床的男人太没品，永远在找下一炮。六、幼稚，还有种男人一不高兴就玩发脾气拉黑不接电话，遇到问题只会逃避，一般是被宠坏的妈宝。